如何？啊，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哎，爸爸给你做一好吃、好玩、好看的东西啊。这什么、神神秘秘的？啊，不能告诉你，一会儿你看，别偷看啊。哎，那你先坐，我先进屋了。嗯，不以后话啊。嗯，好，我不看，不看。这不看？嗯，看都不看？什么玩意儿？多漂亮的小酸奶盆栽，嗯，我这手太巧了吧，我，嗯，大宝啊，啊，别害怕，我给你来个笑容。哎呦天哪！来，漂亮的酸奶盆栽，尝尝啊。啊。学什么呢？看解题宝典呢。你看解题宝典就看解题宝典。你干嘛把本给扣上了？我看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态度。什么态度啊？抵抗您企图窥探我隐私的态度。我支持你这种态度，你这是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要保护你自己的隐私，啊，不能让任何人看，爸爸也不行。那爸爸跟你说个别的事儿可以吗？说吧。嗯。到那边去，你离我远点。我这隐私甚至还要保持距离的是吧？这隐私，嗯，来，就那个，咱家那房子，就是那旧房子，现在目前呢找不着合适的租客啊。然后呢，你那个同学的爸爸，金家俊的爸爸，不是找不着地儿住吗？要不就这样，暂时借给他过渡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啊？不是，爸，你不是说不方便吗？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是吧？我想着我跟那谁的爸爸也算是认识，而你和这个同学金家俊关系也不错，能帮别人就帮别人嘛。哎呀，老爸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爸啊！刚才还让我坐这边来是吧？说我什么侵犯你隐私，现在我成全世界最好的老爸了。你真是哎呀，这一码归一码嘛，你就是最好的老爸呀，爱你。哎，行，哎，你那这样啊，这个咱跟他说清楚，这房子是这样，如果他一旦找着。地方就赶紧住到别的地儿，别再一直在这儿住。哎呀，没问题吧？行，啊，好吧。你这个酸奶盆栽还挺有意思的。那必须的呀。嗯，最好在这儿住上一辈子。啊？什么？我是说啊，他那个找着合适地儿就别老在那儿住了，知道吧？啊，行，你学习吧。嗯，这几个要求一定要明确注意。首先，我们第一点就是说要符合题意，不漏、不改、不误。一再强调啊，审题，你自己的作文立意的不误。哎呦，佳俊，佳俊，起来。老师他就是我让他起来，让你起来了吗？把书收拾好，站着听。不是天天上课犯困吗？以后谁上课困，自己站起来，不用申请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黑板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题意的正确性是不是？你自己把题审好了之后，然后才能够把你的作文立意立得非常好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立意，那我们所有的这些词语的堆砌都只能是成为一种没有必要的修饰。所以说第一点，大家一定要作为重中之重。看第二点，你自己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概念，就着它的题目，你想写是说明文、议论文还是散文，一定要明确啊，真的不能是乱写一气呀。
你最近怎么了？怎么看着这么累啊？啊，可能我这可能是晚上没睡好吧，然后压力有点大。我觉得你有点怪怪的。怪怪的？嗯。我？嗯。哪怪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没有。别骗我，直觉很准的。没骗你，你别瞎想。你该不会是暗恋哪个女生吧？没有。是不是那个杨娜？上次你没参加答疑，她也没参加。你说你们两个是不是约会去了？没有，真没有。我跟那个杨娜一句话也没说。别骗我。没骗你。那你发誓。发誓，这样吗？我金家俊发誓，如果我跟杨娜有什么的话，那我就斑秃。斑秃？斑秃是什么？就是你头上呢有块会长不出头发。行，那我就斑秃。行，那你答应我了，你不能反悔。我们是好朋友，怎么样都不能骗对方，好吗？来，拉钩上钓一百年不许变，盖章。我给你带了咖啡，还有奥利奥。来，不用，我早上都喝过了，没有什么用啊。这能一样吗？我给你买的咖啡有我帮你打气。你要记得你刚才答应我的话，我给你奶油多的这个。哦。哎，你记得我们两个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我叫你什么吗？叫我什么？嗯。叫我。喂。还是哎。你忘了。嗯。啊。啊。啊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奥利奥，我记起来了。哎呀，你看你最近记忆力衰弱的，你是不是每天跟叔叔挤在一起，你睡不好呀？跟我爸没什么关系，可能就是我最近压力太大了，然后没有睡好。嗯，睡不好，我也睡不好。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，我爸之前一直有个房子租着，最近他刚收回来。然后呢，他昨天晚上跟我说，要是不行，让你爸过去住。你告诉你爸了？怎么了？这种事应该告诉家长。我爸他又不是一般家长，他就是热心肠，能帮肯定愿意帮。你想一想吧，你让叔叔过来住，你这样一直耗着也不是办法呀。离高考就剩一个月了，你也不能一直挤着。嗯。哎，不行，太麻烦叔叔。老怕麻烦干什么呀？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。哎，再说了，你爸妈离婚了还住在一起，你不别扭吗？你妈不别扭吗？你要不好意思，那我来说。反正我跟叔叔关系好。哎，行，这样我回去我先问问我爸，行不行？你得问。我问，我回去我立马就问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也给你一个，有奶油的那个。但是我不太喜欢带奶油的。这可是我的爱。学我说话。啊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对。
回来了。你在这干嘛？我窗户那看见你进楼道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呀，哎呦，累了吧？啊，吃没吃饭？没吃，我给你留着呢。我吃过了。哟，吃过了。哎呀，你说今天我去市场，看那猪肝特新鲜，我给你炒了一个辣子猪肝。没事，我先给你放冰箱啊，晚上你饿了的话叫我，我给你热。哎呀，可惜了，你看，这还有一糖醋排骨。啊，哎呀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小敏。哦，听见了。小敏啊，洗个手出来吃点水果吧。啊，我刚切好的。哎，爸。哎，春女。吃饭了吗？嗯，吃了。正好洗个手啊，吃水果。哦，你先放那儿吧。回来啦，小俊。哎，妈。维他命吃了没有？哦，我吃了，谢谢妈。那待会儿小俊睡觉前，你给他热杯牛奶。好。你不要太晚睡了啊。嗯，好。哎，吃点水果。啊，不吃了。你来，坐，咱吃点水果。爸，你把这个水果端到我房间去吃吧。我们在这儿聊天，我怕吵到我妈。把门关上，门。啊？关门。怎么回事？啊？要跟爸说悄悄话。怕你妈听见。爸，就是那个佳佳她爸爸租出去的房子，空出来了。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搬过去？你什么意思啊，娟？你哄爸走啊？没有啊，我们之前说好了呀，找到房子就搬出去吧。那不是之前吗？现在情况有变。你看你妈现在跟我这个关系是吧？你看我做那饭她多爱吃。我妈那是跟你客气呢。现在这种情况你不尴尬，我尴尬，行不行？你也别尴尬，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哎，说正经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妈就是自尊心太强，她不敢把自己内心的那种真实情感表达出来。我了解。所以我跟他关系的这种修复啊，需要步骤。哎，你得由远到近，慢慢。爸，你想什么呢？有层次啊。你不会是想和我妈复婚吧？哎，这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啊？你啊什么啊？你不希望你爸妈再走到一起啊？你不希望咱们三个？爸，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？你赶紧洗洗睡吧，我一会儿还得开工呢。还有你们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你这孩子，去，怎么就没关系了啊？咱们得共同努力。这孩子真是。小杰，你教好了？嗯，好了。哎，小杰，啊，买新裙子了。对啊，你这每天都有快递，有情况。还有，正好我喜欢几个牌子出了新款，买几件换季的。这不春天到了吗？回头分享链接啊。哟，说春天，春天到啊。谁来了？是你家那位律师吗？职业。哎哎，快去约会吧，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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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你怎么来了？一起吃个饭呗。谢谢，谢谢。景色不错吧？嗯，挺好的。你喜欢就好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
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咱们两个认识一个月的日子。是吗？这你都记得？我当然记得。咱们俩的事我都记得。我们才认识一个月，没有必要这么正式吧？有必要。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觉得特别重要。这东西，你也吃啊？哦，对了，你姐对我印象还好吗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你为什么喜欢我？一见钟情。一见钟情太虚幻了吧！我从来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。我是认真的。其实我特别想知道，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两个相差挺多的，不太适合在一起。而且我也离过婚。我知道你离过婚，但是我不介意。你不是也不介意吗？是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觉得以你的条件，你可以找到一个更优秀、更年轻的女生做你的伴侣。可是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那个最优秀、最合适的伴侣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不了解我。我愿意慢慢了解你，小杰。我知道你有你的顾虑，但是我对我自己有信心。我希望你也给自己一点信心，给我个机会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一个月的试用期，如果你觉得合适，我们就继续；如果你觉得不合适，那大不了就补偿退货，好吗？小杰，小杰，好吗？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取车。啊，不用了，徐正。